还好我们早一步进了天书世界，门都坏了。嗯，哎，仙儿，你看，以后没人可以说咱们家独四壁了。啊，咱们家除了四面墙壁，还有满地的杂物呢。啊，阿兄，看看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上，然后就出发吧。 路途遥远，还是轻装简行为妥。阿兄，我们带他一起走好不好？ 搞不好到了商山，人家墨者不让进山。大王不是说墨者都会机关术吗？拿着这个机关玩具，说不定可以当做信物什么的。好，就依你。走吧。 山里那么大，我们要去哪儿找符鬼？嗯，到村口去问问王兄吧，他大概会知道些事儿。你小子来的正好，老夫正愁没有对手。您这是在下什么棋啊？没下过捉鹿棋，呵呵，你可是错过了人生至宝。坐对边去，老夫一步步教你。
等你好久了。还请手下留情了。是子旭啊，你们的没事吧？收拾下就好了。这年头，就连待在家里都会遇到这等祸事。哎，听说过鬼神祭坛吗？那是禁猎区，属于山中鬼神管辖，四周禁伐禁猎。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啊，听闻那儿有些稀有的药草。想采些给仙儿治病。采药的话倒是无妨，但最近山里不太平静，你们小心点儿。来，地图上标记启明墟的地方就是了。启明墟？嘿，老一辈传下来的，听说里头别有洞天，但是谁知道呢？谁也不想冒着触怒鬼神的风险在禁猎区瞎晃。我就不陪你们去了，入山之后当心点。多谢王兄。
香儿，你知道你的香囊里面都有些什么吗？有白芷、木樨、迷雾和藿香。哦，原来你是只自带香料的烤乳猪啊！阿兄，现在香囊在你那儿吧？哎，是啊，帮你收得好好的呢。你才自己带着香料呢。阿兄出远门呢？胡说，仙儿你才满周岁的时候，我就背着你周游列国了。还周游列国呢？阿兄一辈子都待在大兴国境内吧？不是，阿兄小时候住过大汉呢。啊，阿兄。狼群真的变多了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们不会也是冲着我来的吧？不是的，这匹狼只是普通的山精野怪而已。况且现在带着香料的人可是我呢。嗯，阿兄是带着香料的。好漂亮啊！
是很漂亮，不过这枚符印恐怕不太寻常。啊，披狼叼着这枚符印，为什么？阿兄，你看那儿的雕刻。
这儿就是王兄所说的地方了，鬼神祭坛应该就在这扇门后。阿兄，这形状跟刚刚的符印好像。待我确认一番。得再找到另外两枚符印，符印是被外力撬掉的，是人还是不是人类的足印？也不像动物呢，恐怕是妖魔。妖魔？妖魔撬下了符印，足迹一路往外去，大概被带走了。走，咱们去瞧瞧，可能还有一窝狼崽子。这是他们的狩猎区，待会儿小心点。脚印，只要细心观察，脚印会告诉你很多事情。阿兄教你啊，观察步宽和步幅，计算目标的体型和数量，还有观察痕迹深浅和间距，测定。好复杂，我怎么都看不出来。哼，阿兄这些年在山里可不是白混的。阿兄，他们没事，几只小妖魔罢了。可是，香儿别担心，阿兄的身手啊，打这些匹狼就像打小狗一样。那我也来帮忙。好，那香儿帮我鼓劲助威。找找吧。奇怪，怎么只有一枚？会不会在别的地方？像是被藏到其他巢穴？有可能，再找找吧。是人类的足迹。有人在我们之前来过这里，说不准被他拿走了。该不会就是王兄说的那名绿衣女子？不像女子的足迹啊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走吧。这些是他们搜集过来的吗？估计是因为闪闪发亮的便带回巢穴了，怪不得门上的符印会被抓下来。这人走得有点匆忙，看来他是趁狼群外出时进了狼穴。真狡猾。咱们不也是？不太妙，有几头披狼追踪他。是披狼，这齿痕恐怕是个大家伙。狼群最为忌恨，这人闯进狼穴留下了气味，披狼必定与他不死不休。那我们不也被盯上了？事情办妥，我们就赶紧离开此地，
远走高飞。哎，没有符印。他身上什么也没有，难道被人洗劫了？有人来过，走。这附近来往的足迹太多，辨认不出来了。约摸是进村了吧？进去探探消息。阿兄，啊，要不就算了吧。小二，怎么了？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，不会咳嗽，也不会累，还不用喝苦药呢。香儿，还没找到鬼神祭坛，阿兄就已经对付了这么多的妖魔。我知道阿兄武艺高强，可这样一路打杀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看村外那人。哼，傻丫头，瞎操心呢。你阿兄我呀。阿兄，我是说认真的。香儿，你听我说。好。阿兄已经答应那位大王要去商山找墨者。是。阿兄也答应过要好好照顾你。既然两件事都还没办到，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可是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是吧？可不能让你阿兄做了小人。心儿真厉害，喜欢就看看呢。你卖的东西挺有意思的。东西是有意思，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要买的意思。怎么卖啊？3000。3000？这玩意儿有什么讲究？这是百年一出的祥瑞之物，名唤金戈石虫。金主杀伐司掌兵戈之事，随身佩戴可以百战不殆。如果拿去当做断野的辅材呢，可以让你的刀剑长保锋锐，削金断玉不在话下。这么厉害，你怎么不自己用？我生性胆小，见不得杀伐，怕死。哦，那从死人身上拿东西就不怕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懂？这……救命啊！不好！有妖魔！救命啊！
阿兄，用那个。不行。禀文殊将军，防线已经部署完成，但是说吧。妖魔势头正猛，又来得诡异，属下斗胆，请将军先带弟兄们撤退，到蔡阳和博生将军会合，重振旗鼓，我为将军断后。不可。将军，再不走的话就无路可退了。你看我们背后是什么？是玉水，是百姓，在我等身后就是百姓。绿林军可以撤退，百姓又能退到哪儿去？我等死守不退，并不是因为无路可退，而是有着不能后退的理由。文殊将军，我等誓死追随将军，绝不后退。追随将军，绝不后退。你刚刚说的不错，确实需要去蔡阳求援。然而，目前光是维持防线就已捉襟见肘了，实在无法分出人手突围。大人，我可以试试。这位兄弟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自是有些技艺傍身的。这好。阁下如何称呼？聂阳太史昭，字子胥。就拜托你了，子胥。到蔡阳找我兄长刘伯生。好。走，为太史兄弟开路。阿兄，你当真要去突围？没事的，别担心，待会儿跟紧了，情况紧急的话我会出手的。下去沿着河走就会到蔡阳了，万事小心，拜托了。明白，必不负所托。立阵，上弦，放。走，姑娘危险！